这是一张宛如穿越时空来到现代的沙发，并以现代风格来重新演绎60年代的线条设计。今天介绍的这款沙发就是来自 Molinari Design 的白板凳。从沙发的名字就可以听出来，这张沙发以堆叠的概念进行设计，像是沙发座椅、靠垫，从正面及侧面就可以看到，沙发是由两层皮革软垫来堆叠成型的。更有意思的是呢，沙发的设计也从模组化的角度来诠释堆叠的概念，以重复性模块来呈现堆叠感。当然，每一张独立的模块都能够当作单椅来使用。沙发底部及背部用一体成型的外壳来做装饰，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来搭配沙发的坐垫，就像是现场这一张灰色的平面搭配白色的外壳，相近的颜色打造出低调简约的感受。今天一分钟家具就介绍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家具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。